白馆用的皇室御用都是什么来头，到底好在哪里？一个冷知识啊，并不是皇室成员使用过的那就叫皇室御用。拿英国皇家来说，我们熟悉的御用认证总共来自三个人，英国女王、菲利普亲王、查尔斯王子，每个人的认证还有专属的认证图标，上至一把梳子、一顶帽子，下到一把雨伞、一条裙子，再到饮食与家居，必须得女王、公爵、亲王亲身使用过5年，确认品质没有问题，才能够考虑授予认证。即使获得认证徽章，也不是一劳永逸，这个授权的保质期5年的时间，到期以后还要重新申请，再次检验，才能够再次获得授权资格。那么就相当于英国皇室历时5年帮你试用产品，好的给予肯定，再在之后的5年内加以监督，商品质量下降就不会再给予认证。一个国家级的信任背书，对，就是这么严苛。它不像有的认证标准啊，什么塞点钱呢、托个关系啊就可以获得。所以英国皇室御用品牌在英国深得人心。那么有一个牌子，它已经进入我们千千万万家，但是它竟然也是英国皇家御用产品。没错，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滴露。滴露的母公司丽洁石集团旗下很多个品牌，也只有滴露可以在商品上印刷女王的徽章。滴露为啥能够获此殊荣？来，今天到我的直播间，我为大家揭秘。